励金它的发放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奖励金的发放的标准，我等一下，我请这个黄署长来跟委员报告。不过，急诊拥塞的确不是现在发生，持续都是有这个问题。我们持续也希望能够解决，我们甚至把它当希望在三年内这个48小时的这个自由率能够归零，我们也把它纳入这个医院的评鉴。不过它其实有基本的问题需要解决，像这次发生急诊拥塞，我们希望它下转，病人就是不愿意走，就是不愿意走。所以，除非我们在法治面能够用强制的方式。否则的话，这个问题我觉得啦，短期之内要完全解决，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请？委员好，有关急诊拥塞的部分，我们有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由下转上，或是平行转；第二个部分是由上转下，比如说医学中心转医学中心。或是医学中心转区医院，第三个是最近媒体比较在所谓说什么一个医师给1000块，其实这个只是我们整个辅导转院的一个小的部分而已。所以跟委员报告，有关于这样子的转院，我们一共是有三个层次。我再讲一次，意思是说，比如说地区医院或区医院转到医学中心。第二个就是由上往下，医学中心转医学中心，或是医学中心转地区医院、区医院。第三个就是希望医学中心把病人转到区医院去的时候，如果这个医师可以的话，他也可以到区医院去探视这个病人。好，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奖励金的发放是由刚刚所提的这样方式去做发放吗？是的。好，那我想问一下部长哦，那你觉得这样的发放方式哦，对于医院的急诊的品质真的有提升吗？我想它是一个方法啦，其实是一个鼓励的一个措施啦。那对整个品质有没有提升，我觉得不敢说。不过它多多少少可能可以达到部分的效果，也就是这个转诊的这个效果。好，部长，我是这边想要告诉你哦，就是我们一年花了10几亿的这个金额来做这样的一个措施哦，但是基层的医护人员跟民众却都感受不到。好，这个部分我希望就是贵部来就是妥善的做一个检讨。那当然讲到这急诊问题，还是要回到这个我们一直吵了非常久，吵了10几年这个医疗分级跟分流的一个这件事情上面哦。那我也知道说，以现在的社会风情哦，其实大部分的民众还是比较信赖可能大医院跟名医。那过去可能大家吵一吵，忍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次的事件呢，我想要问一下，中央针对这次的流感并发重症的这个问题哦，有没有做好就是医疗分级分流的这个宣导的动作？我们持续在对这个分级做宣导，那希望民众能够配合。但是，如果问我效果好不好，我必须要承认那个效果还是不够了。就是，所以我刚才说，可能要从法治面来着手，要一些有一点强制性，否则的话，只靠劝导真的是不太容易。好，部长，这个其实医疗界也都讲很久了，那也希望接下来的时间能够好好来推动这个法令面的一个修改。好，那因为时间也快差不多了，那现在刚刚听起来是觉得说疫情已经大概控制住了，好，那因为你们也评估说随着天气的变热，那个流感疫情会慢慢的消退，但是已经很多的专家跟医师提出警告了，因为今年天候非常的特殊，所以这个登革热的疫情可能会比去年来的更严重。那这边呢，其实我也要提醒就是我们卫福部要及早的为这个就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来做出一些规划跟因应的措施。那接下来4月份也要开始进行医学中心的评鉴的工作。那在这边，我希望是提醒就是未来在这个评鉴当中也要把这个医护人员的劳动环境、急诊以及这个加护病房的一个处理效率来确实纳入。那我相信台湾的医疗人员值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工作环境。是，谢谢。好，我们谢谢洪慈庸委员的质询，也谢谢部长。接下来我们请林静怡委员进行质询。
好，部长辛苦你了。喝口水，我们来吧。好，部长好，麻烦你。好，我们请蒋部长。我想，委员好，部长好，辛苦了。我还是觉得，其实大家去批评您的专业没有道理，因为您是掌管一个部。是。那这个部出现这样讯息的整合不良，统计资料数字有问题，其实是整个部。我想专业的各个部门的人各司其职的部分有问题。好，这个部分，这也让大家很疑惑啦。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贵部里面有两位是领了这个优秀公务人员的奖，所以我相信这个让大家非常惊讶，是说如果这个样子，为什么你贵部在今年的流感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哦？那不晓得部长过去。至少我们看到说贵部有这个优秀公务人员领奖嘛，那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惩处过，在过去一年里面，惩处都持续都有了，都有。那不过我必须这样说哈，我进到政府，委员知道我是从学界出身的，我进到政府部门，接掌卫福部也不过是一年半的时间哦，我觉得我们的同仁。也真的是很辛苦，也都在尽心尽力在做事情，所以我们惩处是有，不过我觉得奖励跟惩处必须要并行，可能奖励方面要加强。既然去年都奖励过了，今年该惩处的，我请你评估一下该惩处。我们当然会评估。好，以刚刚您的，我想今天应该这几天未来这一段时间，您会有很多流感的事情被咨询，那我至少先问，就是今天您的专案报告哦，过去的状况我就不再提哦。第一个事情，在您的报告里面第四页有提到第四点，要协助宣传轻症病患，也就是说所谓减伤分类第四、第五级的分流，避免医学中心急诊拥塞。这个部分您刚刚也讲了，其实您发现很困难，有没有什么目标？譬如说我们在行政程序上面用什么样子的多久的时间来达成轻症的病人可以尽量减伤分类第四、第五类，不要挤到医学中心，有没有目标？我们的目标哈，就是我刚其实有稍微报告一下，我们希望是这个以后的急诊，这些医学中心的急诊，48小时的待床是归能够归零。这是我能够归零，是因为病。那问题是说，你现在要求他们把它归零，很简单，它上面硬塞上去就好了，并不代表民众不会来啊。而且您讲的待床归零，第四级跟第五级不会在待床里面。是，所以现在问题是这样子，他80%的民。这个病患呢是自己进到不是，所以您刚刚说了80%的病人是自己跑到医学中心挂急诊。那这边我不晓得医师司或者是我们的卫福部有没有一个计划，譬如说在半年之内用什么方式，这样子的80%可以有一定数字的减缓。那个我等一下请王司长说明一下，我先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按照医疗法。我们医生是没有办法拒绝病人的，是啊，病人他进来他就，否则的话他是违法的。我知道医师是不能拒绝啊，所以刚刚洪委员已经提到了，我们的健保法里面是有分级医疗制度，为什么我们没有执行？我们的分级，当然那个健保法里面后面还有一些弹书，我们可以就是用另外的一些措施了。那因为如果检讨起来哈。从20年前开始实施，20年前试办嘛，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状况这么糟了嘛，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有一个进程，说我们多久要开始来重新检讨43条没有实施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检讨了，那甚至我觉得医疗法也可以检讨，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医生不能拒绝，因为这个急诊明明满了。还不得拒绝，这个事情也需要检讨。好，谢谢部长。这个我喜欢你这个结论哦，就是说，如果今天在急诊，尤其是在有些医学中心急诊，他量论量论他的医疗状况，他已经无法承担这第四、第五级的时候，他应该有权拒绝。是，好，我认为如此。好，谢谢部长。下一件事情，第五点，你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我们讲的 regional 的这个 EMOC 有持续会诊监控。我不晓得您的报告上说有持续定时会诊，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我请王司长。是，好，麻烦。报告委员，那个 REMOC 在六个区里面都是在医学中心来委托来办理的。是，什么时候开始监控？24小时。这一次的疫情什么时候开始？这次疫情在春节前，我们就已经请 REMOC 跟各区的那个网络转诊平台开过会，1月的时候开过多次的会议，请大家去。1月开多次的会。
为了这一次的流感以及春节的长假做好准备。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监测出来的 ICU 空床跟叶克膜怎么会数量差那么多？那 ICU 的空床这个部分哈，跟委员报告，它是一个自动的从医院里面的 HIS 系统发出来的资料。我要确定的就是说，也就代表说，你现在告诉我的是从春节期间你就有在监控，它每个小时，可是你的床数都是错的。这个床数其实它是一个客观的数字，代表重症的量能。那只是说这一次我们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需求比较恐急的，可能是内科的加护病房。那内科的加护病房，是啊，表示你监控的东西出来的数字不是你真正要的东西吗？我们监控出来的数字是每一个科都有，只是在新闻稿里面并没有呈现像这样子比较繁杂的项目而已。那你新闻稿就呈现了一个让民众会误会的资料嘛？对，在这个部分，如果说民众误会说上面有床，这边其实还是要经过协调。这边已经争执非常久，我时间也不多，我就讲你们出来的数字是有问题的。你既然说你有监控，结果数字还错，我不知道你的监控数字怎么来的。最后面，我针对你今天的报告，最后面你的总结有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宣导流感并发症及早期征兆。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什么时候开始宣导？做了还是还没做？至少我在你们我在卫福部的网站上面，还有疾管署的网站上面，我都没有看到流感并发重症的早期危险征兆，要找很久才找得到，现在有吗？是不是署长要上来说一下？报告委员，有关宣导的部分当然每人都做了哈。那么我刚才也讲了，我们有一个这个高峰期的应变作战计划，那里面很大的一块呢就是跟没有我用的就是假设今天是一个民众，对，你现在告诉我流感重症，民众不知道，找不到资料，其实是民众没有办法自己知道呢自己是不是重症了，因为早期的时候你至少要给他基本资讯，知道他有没有症状去医院嘛。对，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消息，还有大学生感冒了三天，也没发烧，就跑到医学中心挂急诊。他说他担心他流感。是，所以其实委员呢，一针见血了，点出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台湾或者是华文社会里面呢，我们是把 flu 把它看成是感冒的一种，你知道，所以麻烦你这是最大的讯息。下一次在这个讯息清楚呈现，既然疫情都出现了，民众都恐慌了，到现在为止，你该有的最快速的讯息都没有出来，民众连症状如何都不知道。我们会加强来做了，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防疫的基层人员没有做到这个宣导。那么我现在讲的是政府，我不会要求基层人员，基层人员够累了。对。我们政府当然在 CDC， 我们的同仁呢，我们的公关，我们的宣。